视障者难道就只能从事按摩业吗？他们就不能做别的工作吗？其实有很多视障者也想尝试按摩以外的工作。劳委会也说会辅导视障按摩者转业，但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为什么还是有许多视障者学非所用，最后还是回头从事按摩业呢？按摩市场在开放明眼人竞争以后，假如视障按摩业者的生计开始受到冲击的话，应该怎么办？因为市场的萎缩之后啊，有些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啊，把按摩业当成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只能唯一能够做穷途末路，我可以讲了，就是按摩。协助视障按摩业者转业，真的有那么容易吗？按摩业要跨入到非按摩业，恐怕不是这么短时间可以改变的。我看，如果十年内可以改善，那就表示这个政府很有作为。台湾盲人重建院已经有将近60年的历史，协助中途失明的人在生活和职业上的重建。那有做记号，第二段就是有风，就是把油烟抽进去的开关。好，第三个呢是灯。洪静元今年33岁，因为视网膜出血，视力快速的恶化，造成永远的失明。他在医生建议下，来到重建院学习按摩的技能。按摩的话，等于是说我们把技能学会，哦，只要每个人自己有精进的，愿意去付出，等于说我们还是可以做单兵，就是说个人操作。重建院这里以前也开设过其他职训课程，但是现在还是以按摩的训练为主。现在政府要求，要开职业训练班的话，它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一定要10个人才成班啦，然后老师的资格一定要受某种限制啦。比如说命谱来讲的话，老师应该都没有什么执照吧，哈，所以像这样的课就慢慢少了。那钢琴调音呢，它其实是要有特别天分的人才可以开班，那我们哪里去找10个人来开班？这其实是蛮困难的。为了因应大法官的视线，对视障按摩业者的冲击，劳委会规划的包括有清洁维护、商业设计、照顾服务等相当多元的职训课程。这个还很多，还是需要有视力来帮忙啊。没有视力啊，还是有困难度啊。像目前视障的这些劳工朋友，大概有20%。是全盲，其他还有一些那些弱势啦，其他的哈，所以我们会根据他的个人条件，还有他个人的意愿啊，去帮他做这些规划。所以我们所开发的这些课程，我必须要有比较广泛的去设计哈。既然大部分课程都是针对弱势而设计，那么20%的全盲，到底能选择什么职业训练，才有就业市场呢？目前我们是除了按摩之外，那比如说电脑一些资讯的一方面的这样子的训练，或者说是电话服务啊，最近这是我们比较最新开发的一个职类，电话服务啦，或者一些银行啊各方面有一些催费催账的这样工作，其实还蛮适合视障朋友的。可是，在28位身心障碍者中，只有5位是视障电话服务员。对，没错，就是引进来2年，可再攒1年。OK， 好，再见。林应龙，台中经营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他很顺利的就找到工作。刚好是单位真人，朋友介绍我来的，就是刚好运气很好，刚好在很许多人之中被选中。对，所以就进来这里面，一做就将近10年。可是每个人都有好运气吗？那倒不尽然，因为像林俊辉，从朝阳科技大学财经系毕业以后，他的求职路就处处碰壁。但是我当时要去考那个像证券初级营业员或者高级营业员的执照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初级营业员他就不给我考了。不仅如此，就连林俊辉想报考特教研究所，也得到这样的答案。那我就问他们，他就说：“哦，全盲的不能考。”我就问他说：“你们是教育身心障碍者的，那
我们要去考这个，也不能去考。他说没办法，那是规定的。然后为什么？他说就是规定，他也不知道。啊，那时候是北师院回答我的。为了求得一份温饱，林俊辉只得放弃自己的理想，回过头来从事他最容易上手的工作。按摩其实是最不被社会排斥的一个视障者可以从事的工作。好，那要从事按摩，其实，比如说，我们也都是我们视障朋友开的，开的店好了，好，或者说是像现在很多那种医院的按摩站，这都是跟一些社福机构做合作的一个方式的。那他当然就接受视障朋友来这里工作的几率就很高。虽然视障者当中也有歌手、律师，但是他们的求职路真的不会特别困难吗？他是台湾第一位盲人律师李炳宏，目前在法律辅助基金会工作。过去他也做过没办法学以致用的工作，即使后来李炳宏考取了律师资格。我那时候在还没有考上律师前，我就在 call center 上班。即使后来李炳宏在第三年考取了律师资格，因为眼睛看不到，还是没有一间事务所愿意聘雇他。因为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就算考上了，在找的过程中本来就不会很顺利。在明眼人的工作环境中，纸本文件的阅读是李炳宏碰到最大的问题。只要他这个资料只是这样纸本上面的资料，我根本不能看，所以我也没办法从里面看到内容。那我要知道他内容，只能把它扫成电子档。而在盲人的世界里面，他是只有文字，但是没有图，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只要是图档，在李炳宏的黑暗世界里都没有办法辨识。还得要请人家 key 成电子档，就是还要再花时间请人家慢慢 key， 慢慢 key， key 成看是 Word 档，然后才有办法看。哎 ，boy。你就改错字就好了。好，你看有没有错字就好了。好，那我知道了。OK， 好了，那麻烦你了哈。常常去麻烦人，那我也清楚别人有事情要忙，哇，怎么办？这个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在有知觉的情况下，试试看，我们可以忍受多久的黑暗？在最后的窗户关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先将充足的门都打开呢？否则这个世界白天还是继续不懂夜的黑。白天不懂夜的黑。